想炒期指赚大钱提早退休，你必须有一套好的学习方法。我们的课程教你即日炒卖的窍门，过夜博高回报的要诀，还有模拟走势片段学习。想识多啲，赚多啲，快啲嚟报名啦！志财 TV 港股走势话你知，美股昨晚嚟讲咧就略为上升，升咗32点。嗱，港股今日嚟讲咧都顺势高开，高开咧103点。咁開市價嚟講咧，就23861點，呢個價方面嚟講咧，就今日嘅最高點。嗱，開市之後就有個反反覆覆、上上落落，比較沉悶啲嘅。咁就今日嚟講咧，收市價23786點，咁啊上升咗28點。成交方面咧減少咗少少，得翻771億。嗱，今日個高低波幅咧唔算太大，得163點。嗱，有咩暗示咧？對於後市方面，好先睇圖表先啦。咁今日嘅股市方面嚟讲咧，升咗28点，不过高低波幅咧唔算太大，得163点。嗱，有咩暗示咧？睇翻第一日，今年第一日，礼拜一升幅嚟讲咧401，第二日咧232，第三日升幅咧90点，第四日嚟讲咧28点，升幅嚟讲咧越嚟越少啦。嗱，见实心睇都系越嚟越窄，咁暗示到咧喺现在嘅阶段里边咧有一啲嘅压力。嗱，成家嚟讲好在咧都配合。成交量都算多，有翻700多亿。咁原本呢度嚟讲咧，500多亿，慢慢都多翻。咁暗示到个走势方面嚟讲咧，其实咧入市嘅人咧都多咗嘅。不过大家咧都唔系咁够胆，都会保留翻少少。嗱，所以现在嚟讲，大家咧入市方面咧，可以咧唔使咁急啦，等一等先。嗱，进水嘅投资者有啲会点做咧？喺现在嘅阶段嚟讲咧，就沽啲期指或者做一啲沽轮。咁你话做沽期指啱唔啱咧？其实都啱嘅，因为个走势方面嚟讲咧，有机会咧落翻啲嘅。咁我哋昨天計過落返幾多度呢？大概係支持點呢？23500點。嗱，依家都係喎，喺返呢個23500點，亦都喺呢條嘅10天嘅加權線係樓上。咁有人話，咁我沽期指其實都好喎。嗱，以現在今日收市價計23786點，如果以返23500點去計，都有成280點利潤喎，可以。嗱，啱，不過有樣嘢。个势咧，依家转咗向上。如果你以沽期指嚟讲咧，有机会系落。不过最怕嚟讲咧，你有时咧手慢，而呢个市一旦咧喺呢个阶段反弹，你又唔舍得止蚀，咁于是咧结翻高。一结翻高嚟讲咧就快啦。嗱，落嘅空间呢个范围，上嘅空间就多好多。所以有啲投资者嚟讲咧，佢话：咦，我唔想偷鸡，我想睇大数嘅啫。咁你不如呢度咧就唔好沽期指啦，亦都唔好做沽轮，宁愿点样咧去揸翻货。嗱，所以呢度嚟讲咧，喺投资方面嚟讲咧，可以忍下手，宁愿喺低少少嘅阶段去揸翻期指，譬如23500点啊，喺呢啲范围做翻啲 call 轮啊，好过你依家去偷鸡。你嗰200点嚟讲，一下子个市落得唔足嘅，一劫翻上上边嘅，咁呢个风险咧就多咗噶啦，因为个市向紧上，一劫咧就快好多噶啦。你见到呢啲一飙上去400点，咁呢个嚟讲咧，有时个风险就会大，咁所以大家嚟讲咧，不妨咧忍下手，喺个阶段里边咧准备定嚟紧咧揸翻啲货，譬如揸期指啊，做一啲。call 轮啊等等呢部分，咁啊有人话股票期权又点咧？嗱，我自己今日嚟讲咧都做啲股票期权啦，我做咗汇丰，咁啊做咗一个 long call 嘅，咁啊睇汇丰升嘅，咁呢个嚟讲咧就有时就捕捉一啲咧移动股，因为呢排汇丰嚟讲咧有啲买盘，咁唔排除个势方面咧会比较强啲，嗱咁呢啲咧就系股票期权嚟嘅，咁所以做买卖方面大家嚟讲咧可以留意多些少啦。有啲網友嚟講咧，都聽我講有時話期指買賣啊，咁但係佢哋又唔識，咁點咧去學咯？嗱，我哋有個期指班，18號開課，有上晝班。上晝班嚟講咧，可以睇到啲即時走勢嘅變化，咁可以活學活用添。咁夜班嚟講咧，都有啲模擬走勢片段，俾大家去到咧睇啲走勢變化係點樣，咁幾有趣味㗎。如果大家想參加嚟講咧，早些少啦，開課時間1月18號有上晝班嘅10點，同埋夜班嘅7點15分，大家嚟講留意一下啦。好，明天再見，拜拜。